啊，唔是我，虽然我本身袂歹啊，变水啦，啊，比恁久啊水，哈哈哈哈哈！安尼好来，新加坡的朋友，大家晚上好不好？很高兴啊，这个红山金这个地方呢，我曾经呢有来过，连今年这今天算下去呢，来三道了，哦，啊，今天呢我这里机会哦，来跟红山金哦，这是我们的这个啊酒王大帝的这个啊宝诞天桥哦，哦，希望咱这里不平哦，有拜了国宾，叫咱哦有拜哦，大家你大家出去平安，大家赚大钱，啊，好不好？大家好不好？啊，哇，今天。 长辈也有，年轻也有，哦，全部都有在现场，看到大家那么健康，哦，疫情也过了，不好的给他过去，我们想好的全面去走就对了了哈，好不好？好，那今天呢，我这个出钱也难哦，不过他有没有讲，那他是谁我也不知道，感谢我们的这出钱出力的我们的大老板哦，谢谢你哦，大老板你在哪里？ 他很低调啊，在后面是吗？他很低调的啦，我知道哈，谢谢你啊，老板，谢谢你哈，你笑一下，这样给我看一下好不好？哦，在后面，谢谢你啊，大哥，看到了，谢谢。好嘞，回来哈，来连续的来了三次哈。
今天我的节目在舞台上不会让你们大家失望就对了，我尽量在舞台上唱一些你们要听的歌，好不好？比较记忆的歌，好不好？好，谢谢你们啊！啊，哇，真久咱无甲咱拍得声好，愈拍愈好哦！哈哈哈，谢谢 ，Thank you 哈！啊，来，我们的第二首歌，这首歌呢，一首是台湾歌曲来的，江志峰的歌曲，我很喜欢这首歌，我希望现场的朋友同样会喜欢这首。就是这首《清单》，来江志峰了。今天江志峰没有来是吧？你也喜欢听啊 ？OK 啦 ，OK 啊，谢谢，来《清单》，OK。哇，看看你们吃的美味佳肴，我肚子有一点饿了。我现在看看六点还没有吃完。喜欢你乱乱长长你的刚心的这长家你的山你心痛苦感官的心感爱你要愁感心痛你的我心的长
哇，光明啊，还是啊，因为这首歌，因为你们弹得太好，因为我这边太投入了，所以有一个地方我拉太长了，因为现场嘛，对不对？现场就是这样的啦，对吧？有时候我跟他，他跟我，他们是老鸟来的，老教，哦，三十多年了，我认识他们三十多年了啊。啊，所以我们在舞台上，我要跑到那边去，他可以追我；我在他跑到那边，我可以追他，但是他按住丢掉了。好 ，OK， 啊，陈大哥啊，哇，你好来哈、哦，哇，你好像很 support 我，你让我去到哪里就是遇到你哈、哦。哦，陈志伟的啊，爸爸，哎呀，看到你啊，你看到身体健健康康啊，我都本身就欢喜啊，你就丢。啊，其实呢，在啊疫情过后呢，就是在今年呢，在整个新加坡呢，这一场是第二场来的哈，第二场，还有一场呢，就是在这个啊，这个就是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赌场哈，啊，赌场还有一场，啊，也是我们的陈志伟安排的，感谢这几场呢，谢谢我们的这个小弟给我一个机会，到了新加坡跟大家见面。好、哦，感谢林姐啊，林姐还有金沙放过嘞。啊，好了好了，唱了首歌过后呢，我们讲好不好？哎，就带来一首。曾经呢，我在这个娱乐圈三十一年了。曾经呢，我有出过很多华语专辑，最少有七首华语专辑，每一首歌我唱的都是不错，每一首歌我唱的都是不错。不过这首歌，我最拿手的。我今天挑最拿手的、最梗的，白灯又很多的，来不相信，你们来听一下，好不好？李哲大乐队，啊，哎。
个脚才看得到哈、哦。哇！等一下，拍一个片段呢，因为后面那一段呢、啊，你的头不是要直直的，一定要歪一点点，要歪一点点呢，好像我们的那个汽车后面的那个挡风啊，要给它挤一下哦，那个声音出来不一样啊，整个出气它没有抛位，要挤一下不一样啊，来试试看呀。那个不一样，你看那声音，它不出了，越逼收哈，那个味道跑不出来了，一定要这样，你看啊，只讨论要把它带来啊。